刘旭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到底能不能娶我？娶你？我妈是环卫工，每天辛辛苦苦十几个小时才赚那么点，她是娶你呢？叔叔阿姨管我要车要房，还要20万，我是拿我在这端盘子的2700块钱，还是拿我妈那1800块钱娶你？那我不在乎这些的呀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，我是个男人。刘旭，我家要出国了，我就等你一句话。你走吧。我叫你走啊！我叫你走啊！爱他放不下，就别再对我说你想我好吗？我没办法配合你演出相关。刘旭，我把他拿来了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俩现在就去领证。刘旭，我问你，你敢吗？你这样没有他们的祝福，我们俩是不会幸福的。刘旭，爱过就够了，我真不想耽误你，对不起。他就是先跟我说在 TT 云上认识的，找着弟妹这么美，我也上 TT 云找 CP 了。听说你们是游戏 CP 发展起来的，真好，能遇着一个陪你玩陪你闹的他不容易啊。跟着心走，想就去吧，就算爱情再现实，他也不会让一个努力的男人错过你的那个他的。这像地下铁里的风，比回忆还痛。思思，这是你家车呀？对呀，现在还来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晚了，你说话呀，你还是不说话是吗？思思，阿姨，我是真心喜欢思思，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钱，但是你相信我，阿姨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幸福的，阿姨。来了，快起来，听阿姨话啊，阿姨就想考验考验你，是不是真心的爱思思？为了你，我们不出国了，这车呀，房子呀，将来你喜欢哪个你住哪个啊？刘旭，我妈都同意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爱她。Oh!